宝宝，爸爸我来接你了。知道。你妈都出去旅游了。不可能。来来来，给我，一会儿去你家。行。去你家行不行？行。来，给我书包。带妮妮看看我们的房子。你都知道我们家？不知道，只是猜的而已。啊，几楼？欢迎来到。这个是刚弄了楼梯，黑蒙乎乎的，不给大家拍了。这是刚通了这个楼梯漆，又上了第二遍，还会上第三遍。走吧，接小姨。走吧。走，不跑了。走，今天去牛肉家吧。现在啊，立刻啊，马上啊，那不去就算了。Let's go， 走。牛肉还在咱家呢，一会儿咱们一起去。他在咱们家干嘛？他没人接他。走吧，走吧。走走走。来这个吧，一个扁的那个糖葫芦。那都要了吧？四个都要了，都给你包了。行，好的，谢谢。再来两个那个山楂的，都是自己做的，是吧？嗯。妈，妞儿没来？这边妞妞啊。你是不是眼睛不好使？啊？对，牛没来。哎，是没来吧？哎，就是没来啊。嗯。想笑是吧？嗯。啊！吓死我了。牛牛，找你妈妈吧，我们走了啊。走了啊。咱让牛牛请咱吃饭啊，牛牛，这今天请我们吃饭行不行？不行，有点手机。把这个先给我，你就不能大方一次？不行，没带手机。没关系，可以先花你妈妈的钱，行不行？行还是不行？你吃的都是我的，知道吧？不答应了，他刚说嗯。啊，行，视频为证啊。你是什么意思？哎，今天咱们就在牛肉家住吧。行。啊，行，牛牛。今天晚上在你们家住。行，住呗。也大方了，刚才不让来他家。陈宇，你看你今天这个房间好看吗？复古风。哎，我也挺喜欢的，法式复古风格。咱们那个家要不要也买一张这个床？要不要？要。给我擦，捉迷藏，要不要？不要。为什么？不想换个别的，这个我不喜欢。我没说你，我说我的房间。你有点写作业呢啊？是的。那别打扰他了，那下期视频见了啊！拜拜。拜拜。呦呦呦，别摔了。